将做得感同应该好相片，除了忌口和染粉以外，还会翕相时做得牛奶等待安尼的耐心。看到这张老人家的相片，时常会看到每张年初人的故事同样该种啊，内心的感通本人非常好奇，多带啊这个作者是牛买来人黑相时是不能演出名，这些出现到中华二里的行业，你还给带到北部，而你看到他的时间发现啊，不单单的作品非常感动人，这个人生的经验还能会感动人，这些乡土的黑相家杂菜。来到北部啊，落水田，我过去到新竹做个秘书的调查，发现有个翕相师傅，伊生活冇经验啊，不过个作品非常特殊，大家想唔到特殊。李健有几十年没变化的非常简单的服务，黑杰菜这部行业五三号大概服务这日本的银行堂，除了天赋以外，并没像日本家庭通常有天师还有天师的用品，连天赋的开关都会用日本外的天山的牛儿来推替。在那奶滚滚的中下头的银行堂，杂雕呢好多张非常有力量的翕相的作品，看了多的时间就感觉没什么的协调状了。翕相的你看你这谁是什么没打算你做什么你这谁呀我没会的妈我种的菜做有机会，因为我要落台子，所以唔方便出去啦。一点都不愿意当闲人识道。李川啊，杂菜，这家亲身落做怀疑做诶，去动手，非常简单诶家常菜，有很多一份啊非常乡土的感情，安尼是多诶是一种非常有人情味的客家菜。我哭骨小，我骨小对面有个教堂，教堂这个新妇，伊就看咩啦？这个新妇可能也当个教上帝啦，哎呀天啊！啊，中双啊，可能加有个可能关心中下，中双个平安不卡，伊个啊中下伊个看啊，观察人民生活，啊，就是中双个代替上帝，就加感谢，要。参加那个用的卡梅拉
俱乐部比赛啊，还是在当地人来那个翕相，我就当先去，我就问问那个家长，那个希望啊有相片供来做参考啊。后来个一般做神父的人来了，一信的，我一团经过一团时间，一路去相片供来，刚刚就发出一张问题，哎呦，相机强壮。啊！摄出来每个人国土的木碰撞，我来看你大汉期间，些些东西我走到那个公园里边，原来翕相啊，当相上就了解一下。立才多，中华艺林的客家庄出身，虽然具有非常好的成绩，不过呢，因为伊感觉到加欣赏啊，加教学，无办法满足伊个学习个心。所以今天我做个上课咧，不过咧，小学都无毕业咧，写杂材啊，在好多翕相，伊讲啊，佮当时算起来哈，迄有钱人能搞得起个闲钱。一本就白看了一本那个时候呢嘛，《鲁滨逊漂流记》啊，佮看了哈啦东雕啊，啊，伊讲男子自在西自在西放，啊，出去流浪。哎呀，等于用一般走，因为先先转正那些骨头啊，骨骨的块差了，拉那掉的就去送差，就偷偷来开刀头呢。当初伊决定要去台南流浪的时间，完全认为伊想要赚钱买到自家的理想，一台一路开头的摄像机。不过咧，伊并唔知啊，一台一路开头摄像机啊。根本没个上下头的穷富人做得清采去安详的啦，好的，因为伊念到一本书，使得有机会接近到翕相这条路。哈哈哈哈哈哈！我等下去外面看看。礼拜可能就是新光台放啊，会啊，放在地道，我从礼拜变了各发多地位，你讲伊大早去坐到我一下了哟。看到个停了下一本大头书啊，你讲刚你讲了个这个，刚刚有图案啊，因为这个世界各种建筑的哈，我讲这书可能也有价值。蒙顶蒙顶，哎呦，因为真个一家人的话，伊会拍重音，或者伊就多少会讲重音。我讲半夜讲个老师老师，我肯定把我叫上啊，佢按你按心上了。我讲你在找什么？因为我在找一本书个。我讲错呢，这本书是不是你的？是。哎呀，那个，那就可能是家宿舍啦，就是那一台可尼卡。可尼卡。哎，这样子就按去送啊，就那种最近。一台常年送机的超摄像机，本机渐渐就机会练到自家的摄像的能力，每件物件非常认真学习。是在几多二十两岁的时间，是连续入选300摄像的比赛。他除了得到非常专业的肯定以外，还本非常有名的柯达伊斯曼的公司啊，去现做个制作的摄像师。唔单止本期有机会去到全世界去摄像，按个机会，本期到台湾、韩国、中国很多文化太金的时代摄到传说帝都的壮观的人民公社，也是非常珍贵的画面。另外有是300台了，300，哎，我有读到一个行业讲去，你讲私人，讲私人，真的啊，哎，读到个人民公社读到行业啦，是啊，因为我听个一合唱个，佮带来伊，伊讲伊，哎，伊卡个伊讲，我有喊我去叫不看表。我主要是讲，可能看八件衣，很美观，就发到我在面个时阵，第一，第二种叫自然第二玫瑰，等于话先啦。我讲我来，我来那边上班啊，哎呀先。不过，伊当时收起来所有的相片啊，一半钱都唔系属于伊自家个啦，所以你冇机会看到杂材、旧的。全世界各地的翕相的作品，每日会安阳面哦。那才自家决定啊，要结束10年的铁作翕相的工作。老江头对准
去家个家乡。呀，你呢？我看你年头长得差不多，土里土土的，还能硬强说嘛？呀，你呢？可是当硬强啦，让平日冇红着，反而留到自家是好的那一晚。哎呀，哎呀，杂姐啊，咩个快啦，就合唔将啊，因啊，一一开哦，开到了竹东个路竹东个，底下个两叶咧，一当初个当叶，伊硬硬起呢，起个呼吸太好了，一跳就会破，冇埋台只唔敢转啦。所以讲，你系伊当边只去呗？系差唔多，当两边嘛哈。哎呀，因啊，我偏人去哦，佮当年大将咧，所以因早早就开到竹东市场嘛。啊！你咪做自己，我同你去啊！我做到呢度，做到我折磨啦。因为咧，去到上哦，你要去到上，你直接先来打，来打招呼。一天去不动时间。合作，因可能两千当兵期间，当兵期间，哎，我就话咩五个我了到呀。你用其他方法搞图呢？啊！你搞图冇拍得。翕相师傅去吧，是你才翕到啊？冇人翕相，只系我翕，我讲我学翕吧。哎呀，翕嘛。哎呀，哎呀，现场你是，噶，你只那翕相机，大家看到我们多神奇啊！记得看你也看机呢，大家都看啊。大家看新娘冇看啊，因为我翕的相，我翕相速度当强啊。我碰着我卡梅拉，我掉了，掉带人点播啊。可能就中了，就是有些拿出快门一送，那这不行，就躺了，就躺起来，就躺起来，躺起来啊！这就是一二零相机啊！这是一二零，这是用这个不算大，不算大，这个不算大了，这种算是中型的。你现在准备吗？有的，这个还可以用，这个我常常在用。哦，接下来四中哥各式各样的最好的翕相机，不过摸一台是现下哈非常流行的，是非常方便的、舒服的翕相机。我多见用的摸一种数位相机的，也就讲从很年轻，其实年轻动简单，因为。开班哈，对了，翕相的文化哈，内容当作基础了。我来介绍让您搞数位摄影哈，个传统的相机一天就消失掉了，听我啦。所以我坚持，我还得搞传统。那传统啊，因为我黑暗图那个个感光哈，那个哦，相关图啊，还相贴啊，有影的。我自家就使用我别家，甚至我相纸我自家下就去做，啊，我也不是。靠天吃啊，靠人工，靠人工的翕起来啊。立台嘛，个立台，立台就个按放台机啊。然后放台机，25年前你卖了台就不能出镜一下，因为个你专家嘛卖了做嘛，我想我咩专家，但是我专业精神，所以卖的卖的5万人个样。20年前卖5万人啊？哎，搿东西5万人一冲子哈。哈，哎呀，你可以打开来。你当时去买嘅话，佢讲了，佢可以做两种，可以做彩色捞雾拍。嗯，但是彩色我又要做一团嘅时间，佢台湾家冇彩色，我就想咁样搞。所以你按放下来，可以放多少40寸以上，可以放咗种嘅暗台装。暗台装啊，操！你是40寸啊？差不多。哇，很好呢。哇，佢有种法。第一款，按人您按去年哈，我们客人款多少按？哦，按过安台。所以你我想普通的按那翕相，首先呢多少要有个法图的基本双线，先法看啊，啊，先来见来翕。所以我不但用些，我法唔出来，我见到法我多少有个法图好，你啊开始都学法图了。哦。如果你按正图，咁嘛？你冇合，按你冇合格啦！你冇合格，你冇合格啦！嗯，那写不赢咪喺当场啊？做唔得，自家良心讲过去啊！哎呀，你按落踢探啊，踢拍到看唔到啊！因为石状没有看唔出来啊，拍没有，你要准备了。实际上啊，这只唔单枪，坚持用原染带片翕相机间的传统啊，连互拍嘅相片啊，都自家来写。哦，所以你等你边讲，怎么送出去的？
哈、啊，你做咩送出去？我做咩送出去？我做咩送烟？哎，就卖烟啊！嗯，不过送烟我卖烟，我这个水做，我这个水瓶啦、啊。哎哈。嗯。十几个翕相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太自然地度的乡土的题材。因为当乡的天然气出名是教育，一个工作的方式。可是，既然读到连续几年的太字，可能啊。给你们必须要学习摘菜的知识，耐心等待，让有好的画面。好个酒钱，做过来到入菜个木下，人家做的眼睛一看到，看起来奶滚滚呢。不过实际上啊，是其非常用心去布置个发展。另一个好天是，入菜突然的许多，其四十两年前去翕相个位数。你会听先做最大的红包，头前还有位数，双柱啊，有两条红包，柱罗行和双面行，多多多的会夹水。你看你样相片，翻过来看，好，翻过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嗯，那就改变，改变。我你要散就改变，要散，看不到。你手散？看不到了。改变啥个？嗯，你是等于讲五两嘛，吓？五两了修，要修复啊，那个散祝福了。嗯，哦，这块真还偏哈。哎，啊，这边的包看这边，包看这边偏哈。哎，好的。哦，你的包看嘞，你的包看啊？没错。啊，你是不是你的永坡村头你的包啊？哎，没错。是你的包啊？哎，永坡。这一条会所大嘞，大嘞。伊啊，伊条鱼所就几多？对面在起个，伊真通讲个。哎，讲韩国那些呢？韩国几便宜？是，个拍个位啊。错，哦，不要错。啊，所以个，个只江年记得。他江年个只股价，提，大家都低了。啊，低，个那种冲差桥股价。哦，我怎么桥啊？他左面，你他左面，我那种桥呢，冲差桥。冲差桥。再要冲差板，一板冲板差了。哎呀，我冲差桥啊。哎，你那冲差桥。嗯。翕相系一种嘅技能，就是讲只故事。所以我有就签只技能，写天空之镜，用人家江州就做个故事板。历史嘅风景系啊，风景，哎，了解人文重大东西的。香港头先啲啊，头先一个叫三只江州利益盎然，看到只景色，看到就比较好看。哦，所以你嘅。你看秘密基地啊！秘密基地，我来在石头草原里。你看石头，当享受啊，要去啦。哎呀，哎呀，错。哎呦，很讲，很讲，很讲。今天你在讲到哪里？很讲。哎呀，你这火把落水就过去了。对，火把就烟，那个烟啦。买烟。有烟漂流木啊，有烟石头啊，有烟火啊，种下就烧，但又足咩种下？所以你不需要烟烟款烟。哎，要烟。观察啦，搿两年啦，你是翕相师傅诶，搿会所啦，很出名。对啊，大烟在看风景，在翕相，你会亮亮。你不爱买吧？啊，你真能讲啊，兄弟。又变黑了，可能就老弟还冇讲了咯。没上山的呀，还会变化，冇变化就冇降啊。你用啥搞菜呀？那是哪牌呀？人家是好的，在那上
那想办法补上。啊，你考经验没有？有。你要这里贡献啊？对啊，全部人家的贡献。多只菜落相片几多，唔但请看到按多年来体力上的变化，还能看到落头白的人呢散发的面子。你条好白嘛，好白。你条喏，王沙汉。王沙汉。用点咩王沙汉？用条汉出来水。啊，那用条汉冲个。冲啦。用条汉出来，那边那个角冲啊，就流出来。哦，你实验线哈。今天这台是录进来，很热多，不错，水带起。哇，岸线的水。岸线的水，岸线的水。所以你冻冻死啊！你我讲你啊，讲你啊，你只桥的啊，你个合作啊，合作你个地图啊，过足冻。你唔去拆开咧？啊，冻成烟灰样。就用一就用一黑大的风沙来个桥的哈，拆开哈，就做两重桥。原来是按重桥啊！错错，哎呀先。啊，原来按来先，不过你要回收啊，去左边偷摆的，两起来。摆鸟啊，摆鱼啊。好，安尼啦，对啦。一件萝卜啊，都经营小摊无人入口，第二是件萝卜形状的文物展览馆。目睹啊，第二展览是一切摄像的作品。因为手机摄的东西啊，哈，对爱豆两家会所来讲非常珍贵啊。因为讲，比如像个民国52年啊，1963年哈，一抽签一做水灾，过了里台风啊，你啊山下开始淹水淹无足动啊，一板啊全淹脱。像这些东西，该1963年，人家老来有研究摄像机啊，没有门票些，门没摄安些东西，摄像这么些安些安起人到此一游安些来啊。将来。佮唔会讲，我佮大到阿里阿西那的摄皮啦，又冇啦淹水桥，又冇啦变了来停做些，从几时就安些照片啊？该爱当然爱群众爱设计爱地方有安些东西，所以爱是很几讲。按格格哈，那偷偷出来，其他照片唔是谁过啊？平常谁会冇人看？这全部很珍贵啦，像那条东西唔是讲。王文然，伊喺小摊无文化馆嚟关注，原来一拆脱上新起嘅萝卜啊，经过记录，起房嘅萝卜箱，睇下共同嘅大饼，让保留下来，变到底下六寮巷起房推动沙丘文化嘅集体。同样的施工啊，你咪点样嘅清洁啊，爱洗洗啊，实在当个搞事啊，当个作孽嘅啦。啊，有一排去做到一条江流修复了，啊，我看到一群石人咧，伫个网上哈流出个水啊，大家在这个做腐朽的哈，做淤的内底，我就到翕起来，就描写咧，佮只世界咯，石人的墓了哈，完全做搞水搞台。因为很差，你带你个江流死窗啊，我就一翕个，讲个。
这个奶枪木这个壁果这样喊过这个，就是啊薯片薯啊，一小半样咯。一般人讲哎，你别按奶枪啊，都按落去话啊，咁用会翕啲人咯。因为几多年头的年头，佮按过来啊，你按讲你饮酒态度你冇意思。誒，你個第二年我喺經過亨泰度啊，攝住攝自己嘅梅托啊，嘅梅間什麼睇咧？冇冇係得咗。跳白戲都係上下冇人愛，我哋人家上咯，你將佢我做一件事情兩三十年就冇啦哈，佢做出來全冇人會攞佢賣咧，啊！你做的店爱安尼人爱讲，去翕是啥样嘞？对啊，系啊。但是去做眼翕相啊，是很有爱啊，是讲有收入吧？哎，都去啊！哎，该上班了，无咪去出来翕自家的东西，是开始冇收入吧？冇人本钱去啊，系冇咯？该让很有安尼只店去要做下去，你阿咪一半年做到来啦。当初。在台中都台湾来时间，去到六角会所，吃到峨眉府的顺藤，因为伊当好峨眉府的风景，所以伊长期记录峨眉府的变化。伊老底下都个左南峨眉府的前府工作的名流诗人秦俊涛，有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怎么样关系啦哈？是的，安尼来到峨眉府。来到峨眉府，峨眉府啊，五月初啊，要做太水连落水，落的水啊，全部浸落上来。啊，唐人讲的阿土哥家的木蛋糕啊，水当中东西浸脱去了。啊，因为特别味道杂菜，啊，来到这位，因为啊，杂菜是过去啊，长期为阿土哥做记录，所以今天咪特别种的机会来拜访哈。来哟、哦，哦，来去哟。哎呦，涛哥，打杂包啊！打杂包哦。涛哥，谈讲去浸水，系冇？啊？哦，个小南菜，跟你炒的也是都是咕噜咕噜咕噜的。哎呀，那应该就两斤。连续几日的台日啊，唔单止阻挡到印尼的记录的进度，也引导我们附近水蛋糕的颠覆。虽然经过几年了啊，不过引导水的价格还非常清楚。该上天，看该你那个金门水的是啊？该上面就进。进多个可能是了哈。哦，该蛋糕该。哈哈哈！该上哈，该上个很。这样是阿姐的啊，我给松快罐哈，罐的应该是新疆啊，先把它打落来放进去。松快罐罐那个要包，那小片包下来，别人家走了。哎，然后就讲没雕像伊啊，没雕像伊，像人家走单盘没进多。哎，我想到也他挺紧张，那东西紧张。你嘛，你嘛来了，对不对？回到老污染当严重的峨眉府，恢复加强力。1999年，民族诗人秦俊涛让峨眉爱乡协会的朋友，他才开始投入抢福的工作。来自峨眉府蛋糕的初步制度，调查中自然生态的特性所设计的水质强化的系统，进行到清洁湖水的试验。过了一段时间了，在台面上。我们负担国家协商纪录的义工。
你是非常感情的情人头，贴贴味道在台下的一条狗儿。芙蓉渡的牛叉路的生发人人开，好的你安坐起发咪呀唱起来哟。吉祥师傅啊，采购满山大风景，心花开了，山花开，吉祥就显意来哟。好天意来大流家，流到的水上来哟，水上来哟，满公开，狗子就长意来哟。那狗当唱啊，唱，其中一条就是啊，采购。好朋友，其实不管是什么出现啊，不管落水天、风菜天、麦天天，天天就必会看到机啊！哎，每一位家乡人来，记录北部的成果啊，也被发现了。北部乡的地方文化馆流传到入菜。在南岛及嘉兴面来，记录到的北部的洛阳乡。我系摸到一桶胶，太弱嘅哦。那讲用嚟戴咧吼，要光要光化哈。大概用别人做模仿少啦，只是我诶相片没有多，我只个质感内容，我唔摄多。我上次一只镜摄五万字，上次连上摄十过百，所以我摄作品唔会当多。所以我以前啊摄作品哦，我从那摄入差不多就五六百张精品哦，就当就加起了。其实我在十七八岁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嗯嗯。你那时候就来过啊？我常常，我大部分的休闲时间是青春快乐、童年快乐，就在这里活动。所以新竹的一山一水啦，几条水沟，什么鸟我都只了解。嗯嗯。可是那时候还没住在这边。还没有，那还在水洗啊。嗯。一个鸟在世界飞来飞去，等我疲倦的时候吧。嗯。我跟一般一样，有想要成家立业啊，有要找漂亮的女孩子结婚啊。善良的。对一个希望专心创作的艺术家来讲，家庭老师呀，从头不就矛盾。对一个他来讲，虽然他们非常认真的经营个家庭，不过嘞，有关人的看法、了解想法，其实冇可能的了。那里面有虫虫，知道吗？鲁冰花那个茶虫哦。对啊，那里面它要利用枯燥的树叶，它藏在里面，虫都在里面。你看，你看这个袋子，你看，啊，这个它跑出了。哟。它的隐藏物，它看到有洞，它就藏在里面，以为是因为一个干的树叶。它看没，它头上它里面又跑出来。嗯。嗯，这个好像一个公一个母的，这也有。这里面有虫，看，这里面也有。我很慢昏。慢昏。我们故意慢昏。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啊？因为我很多理想没有做完，都不想结婚啊。可是你结婚还是可以继续做你的理想啊。那不一样啊。
我如果很早结婚，我没有办法养家，就会住在乡下。你现在也住乡下啊？所以住在乡下，是一个族群的山下，乡下不一样，就没有办法自足啊。立财差不多要74人结婚，当然记得啊，婚前咧抗战病人啊，佢边无上面结到啦。不过咧，用立财呢一年咧经济条件来看啊，佢家庭生活一天啊非常艰辛啊。介绍先嘅，听下聪明爱跟讲嘢先，你有干啥？啊？你后屘我要咪少识话啊？我讲嗰种系理想啊，你冇困眼前啊，有啲啊，你要当多时间要咪吞咽啊，佢要生小咪跳那大大，你话佢讲哦，系哟，我顶下抚养负责家庭哦，后屘我咩叫我做到唔起了，可能照顾了，咁样少识，所以生小当多时间哦，我弄咩脚痛嘅有啲啊。两个时间，你若无，你若进不去打击，你就失败。结果嘛，当失败，去参加政治吧。啊，李克强那方面就怪人，永远不是做对了。但是我还是，但是我就认真去想，所以我当年的状态家庭就。立财姑娘，目前啊，人到纽西兰，两个人通人数的摸一条来啊，天天立财都给穷啊呆了。其中啥生活的照顾，也变到你下杂菜翕相之外最重要的投入。他不想再出去，我了解他，我想跟你一样，不要求回来他。我是已经够累了，再让他出去。所以你等下还要特别帮他煮。我煮好，明天一大早工作还可以吃啊。医疗的期间啊，你当希望做得老，你当个生人啊，来谈入财的回应。不过，这两下对媒体啊，唱呢非常紧张。经过啊一场的老沟通之后啊，你两次落台啊，让年纪讲接受一年访问。家人定义很广吧？当然说有吧。有没有什么温暖？有饭吃就是对啊。温暖哦。刚才我说了。母爱比较多啊，怎么这样讲？他在跟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他有没有让你觉得快乐？就普通的吧，就是普通的感情了呀，就不深刻也对啊，就这样的。就没有很深的，没有那个感情没有很深厚啦，就很普通了，很淡的样子，对吧？你们有没有试着想要跟你爸爸的关系变得比较好？时间过那么久来不及了。谈到几多啥讲法，虽然本人的心情就还是沉下来，不过每做的感受到，你的丈夫该两个声音啊，对自己生命的态度，一两啥都是非常有主见的后生人。你们做过去探讨，立财佬声音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不过也看到几多啥非常传统的亲子的关系，立财当年煮饭等的声音就能吃，可能因为啊。爱人是对生意的爱了，不管也不看人有梦想，家庭的温暖的感觉，应该是他创造最大的支持。下雨也不错啊，啊，下雨也很好。
家，就是不一样。如果在你租房子就不一样。准讲了，了解陈玉钗啊，了解时间这个创作文化资源，所以呢，很顺利跳到，为了一般人不同，所以了解一般人过年过节，他们会找你啊，啊，祈台阿、祈台我、祈台街拜拜，我台我冇空的，我就唔祈台街，唔祈台阿，那就上帝记录阿去那边，是你的用来过年。所以你当年过年都会注意好吧？还差。今年不怕什么过年啦？冇，今年家庭都非常冇困难，冇困难。啊，因为生意咧阿爸啦，非常，我就不怕，我就会卖平平，两重那个盾咯，啊，两间嘢金虾个天灰啊，非常纳纳啊，还有嘢，付出几多钱啦，还付了时间啦，民俗各种嘅摆嘅，唔是我哋摆，大家都会摆，还有做一般人冇会做，还有嘢，你就吃不得，啊。做完多年了，你就感觉会孤单。唔会啦，唔会孤单，唔会孤单就多社会哦。对，我对我看人对我来做文化那条路哦，冇理解哦，就多社会感觉一难为啊。亲有尊严，啊，生活亲满足，就讲对经济上、物质上吼，去满足；但是对那个翕相的那条路吼，就无停下来一个追求。其实这些东西应该要国家来，国家来支持。这个就是我是做水电哈、变出来的。我当时正好就没有什么钱买开关嘛，啊，结果他也要丢掉，我就那里用那边，那里用总来来应用啊，哎呀，天啊！这样，每个人过年他搞上围到钱，这个传承这个种文化日常，传都好用过来做咧，还有目的啊，了文化传承下去，啊，咁当有价值，就行喺自家文化创作资源里头路。所以我就做了条路，你讲台湾的行得，那行出外国，你个庶民专家，你也要国际里面看相片，就点我讲出来，不要来讲我的话，啊，你要看相片，你要看要相片，看一张相片就对台湾的变化，台湾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啊，就可以表达出来，可以跟那种有才调跟你这个相。所以我要一路当希望，做台湾哈，入当入年轻人的乡土叫人家，也系我对起个，但是还猛点叫人家哈。哎呀，好好好，谢梦英，哎，阿云，你条路唔系好行啊？系唔系好行啊？唔系好行，哎，好行吗？但是好行，好行是啦，行吧不行，大家对都按多白啊，还讲也对惯惯的啦，这样又行啊，继续行下去啦。好你没那么丢了，我最起码发火呀。那还有一些五指山、鹅公地山那几只鸟在飞翔，还没有画。那我们这边有这边，这边有这边。下一个旅程的话，我可能就是摄影
这种事情放下来，拿起画笔用画画心里看到了，以前小时候看到了，用照相机没有办法捕捉的，有时候用上帝捕捉可能啊背景啊太乱了，可能那个啊构图不好，但是我心中有很多美好的乡土生活，可以把它用表达出来。你按多年来入菜解剖下啊，很多天然气息我被看起翕相啊，谈起讲个翕相的理念，我感觉是讲翕相哈，是等于讲以老家的人哈，佮对你的世界尤其对客家哈，那么详细认真看得到一只图像，一种个形，你头一个梯队，当如驾车的一种的，那西藏人呢，还是一种。等于讲，其介样许多，新作业头前还那些千多啊录像片，记录到几面前，介样些那新作天气、北部天气哈，那客家庄那个风景，那你所以看到讲哈，第二几面来个坚持翕相，不然呢客人哈，然后不然台湾的人看到一个挺强烈的人老土地的关系。太大了，看你还是长得高，这个画出来全够多。